好慢啊。有位黎生咧就想话知道我哋嘅前辈啊，展叔即系冯展平先生咧。是而家近况点？嗱，其实冯展平先生仍然系老当益壮啊！哇，一把好靓嘅银色嘅头发，个人好精神，但系因为佢嘅性格咧就比较其实系内向啲嘅，佢系好少出嚟同人哋去即系应酬啊、倾下偈，除非啲好特别嘅事项。咁啊，有一次系我哋嘅旧同事一啲喜庆嘅事咧，佢都有出席，咁啊见到佢仍系即系精神好好啦。你同佢倾偈一样冇嘢噶，不过咧佢就之后佢又早啲走啊嗰啲。咁啊，冯伟棠即系佢位公子啦，都系秉承咗佢爹哋嘅性格，大家都系中意。其实我谂系好想有自己嘅生活嘅人咁样样啦，即系真正退休就退休咁样。希望阿黎生啊，我哋啲拥趸们明白啦。咁啊，以前咧就阿展叔系坐喺我前边嘅，即系我哋四张台好似个品字咁咧，即系品即系田字唔系品字。咁啊，教咗我好多嘢嘅都，所以啊，咁啊，除咗阿展叔咧，就亦都有位关先生又想问下，张炳强啦、龙宝田啦，其实呢两。